朱老师您好，我是张诗怡，然后今天我要做的呢是你们家有几口人的视角影片，然后请老师多多指教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，好，把你课本打开。好，今天是你们家有几口人。好，我们现在看课文。好，跟着老师念一次，你们家有几口人？您呢？这是不是你们家的照片？王小云：是啊。您呢？我看一下，你们家有几口人？王小云：我们家有四口人，这是我爸爸，我妈妈，这是我哥哥和我。你们家呢？您呢？我有妈妈，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，我们家一共有六口人。王小云：这是五口人，还有谁？林娜：还有贝贝。王小云：贝贝是你妹妹吗？林娜：不，贝贝是我的小狗。好，很好，来，再跟着老师看。好，跟老师念一遍，你们家有几口人？好，第一个问题，几口人？好，回答，五口人。老师家有几口人？老师家有六口人。好，杰克，杰克家有几口人？杰克家有三口人。好，琳娜，老师问你，你家有几口人？哦，很好，琳娜说她家有四口人，很好。 Tina， 你家有几口人？好，很好， Tina 说她家有三口人。好，下每个同学两个两个人练习。好，你问你的同学，你家有几口人？好，另外一个同学要回答，我家有多，好，几口人？哦，好，现在两个两个练习，有问题要跟老师发问哦。很好，来，这边的数字，好，我们来练习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可是记住哦，二的时候我们不说二口人，我们说两口人。好，现在两个两个同学练习一下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下一个，家人。好，我们来认识一下家人。家人有男生、女生，跟老师一样，女生。好，男生有谁？对了，爸爸、哥哥、弟弟。好，女生呢？妈妈、姐姐、妹妹。好，刚刚老师说了，老师家有几口人？六口人。好，老师家呢有六口人，六口人有爸爸、妈妈、一个姐姐、两个哥哥。好，不能说二个哥哥，要说两个哥哥和我。好，再一次，老师家有六口人，老师家有爸爸、妈妈、姐姐、两个哥哥和我。好，你呢？好，琳娜，你说你家有几口人？四口人。哦，所以琳娜家有四口人，有爸爸、妈妈，哦，一个弟弟和琳娜。Tina 呢？哦 ，Tina 家有三口人，爸爸、一个姐姐和 Tina。好，很好。来，现在一样，两个同学，两个同学练习一下。哦，很好哦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
好，六口人，三口人，五口人，好，好，这是什么？哎，笔，很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六支笔，好，念一次。对了，六支笔。这个呢，三支笔，三支笔。这个呢，五支笔，五支笔。好，刚刚说到哥哥，一个哥哥，三个哥哥，五个哥哥。好，现在老师手上这是什么？来看一下这是什么？好，球。好，好，说一次，想想看是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好，跟着老师说一次，一颗球。那三个呢？三颗球，五颗球。好，再重复一次哦。六口人，三口人，五口人。好，刚刚说到了球，一颗球，三颗球，五颗球。好，现在呢，老师让你们两个练习一下。好。好，我们要回到这个句子了。现在把你这个句子再念一次。你们家有几口人？好，现在呢，下课以前呢，要把这个句子学会，而且呢，要回答出来。我们家有几口人？好，现在两个同学练习一下。好，很好。好，朱老师呢，我的视角影片到此。然后因为呢没有学生，所以感觉上呢有点呆滞哦。然后还请老师多多包涵，然后谢谢老师。